Shaolin 金刚功，是少林鹰派拳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以功法术为指导思想，以练功到实用的构思和沿着科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和传播少林武术，这是少林鹰派拳术研究会的宗旨。少林金刚功法包括金刚拳、金刚掌、金刚指、金刚爪、金刚头、金刚肘等一系列金刚功法。下面我们先向大家介绍金刚拳及应用。练习方法：拳握成，两膝屈膝下蹲，两拳略宽于肩，拳面着地，右脚向后伸直，左脚随之向后与右脚并拢，做上下俯卧撑，屈臂时吸气，伸臂时呼气，如此练习49次为一组。为了提高拳握撑的难度，可将脚的后面放上一只板凳，提高脚的位置。屈臂时吸气，直臂时呼气，全身放松，如此这样练习49次为一组。练习时也可配合一手丹田或涌泉穴，此功饭后睡觉前不宜练习。为了增加难度，还可以在背上扶着一些如沙袋、哑铃、杠铃片等重物，提高它的负荷。沙袋练习：两脚开立，略宽于肩，两脚屈膝下蹲成马步，两拳握于腰间，面对沙袋。初练时，沙袋内部多填充一些棉絮，沙子要相对少一些。练习时将手臂横于腹前，以冲拳猛击沙袋，注意发力。发力时要抖腰，喷喷喷，
不要无节奏下乱去打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去打，要凝神聚气，喷，喷，喷，那这样。 杀大时，可以充分运用拳法的冲、崩、抄、砸等技法。练习时要注意，不要。 将全面进行蹭击，这样以免造成外伤。要具有冲击的力量，以腰带劲，要具有冲击力量。啊！嘿！好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以将沙袋。 换成铁砂，然后在铁砂里面充填一些花椒等进行练习。喷，喷，好。专攻练习，选择一棵比较粗大的树木，在上面缠裹一些软物。 然后，面对软物，两脚开立略宽于肩，两拳抱于腰间，像打沙袋一样进行发力练习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 也可进行坐山桩练习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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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少林金刚拳，在练习时。 值得注意一点，那就是在出拳时要具有弹性，不要这样打出去，拳不要往回收，这样是错误的。也就是说，少林金刚拳主张的是一杵即发，一杵即发就是说要一碰到对方的接触点发力，要立即收回。 就像手摸到刚刚被烧红的铁块一样，要迅速收回，这叫一触即发，一发也要即收。这一点在实战中大家要注意。少林金刚拳应用方法。 冲拳应用，左脚向左开立略宽于肩，脚尖稍内扣，两拳握于腰间，左小臂横于腹前，目视前方，然后拧腰。
抖臂出拳。一抖即出，呸！一出即发，一发即收，呸！呸！进手含义：当我与对方以坐山庄探手势对峙时，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左手向前冲击对方胸部，然后以右拳攻击对方面部。上步出拳要迅速，击面要狠，请看完整示范。抬，抬。固守含义：当对方以右手炮拳向我上盘发动攻击时，我以左手从外向内推开对方右手臂，以求破解对方的攻击，然后以牙还牙，仍然以冲拳攻击对方向我暴露的目标。嘿，要点：推波要快，上步冲拳要猛。嘿，请看完整示范。喂，贯拳的基本手型：左脚横向开立，略宽于肩，两膝关节屈膝下蹲，两拳抱于腰间，左拳横于小腹前，拳心向下，右拳抱于腰间，拳心向上，然后右拳向前拧转伸出，向内旋转，同时左小臂回收抱于腰间，翻拳使拳心向上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如此这样练习贯拳的扭腰发力，嘿，嘿，嘿。好，贯拳应用。技术含义：当我和对方以坐山庄吊手式对峙时，对方以右手贯拳向我头部发动攻击时，我左手迅速从外向内稍推拨对方右手臂，然后两脚向前上步，以右手贯拳反击对方太阳穴。要点：推波要顺着对方的发力方向顺进推波，右手贯拳要上步拧腰，以腰带进。嘿，当对方以贯拳向我发动攻击时，我可推截对方手腕，也可推截对方的肘关节，
也可推结对方的肩关节，这在少林鹰派拳术中叫做三结。三结即为结梢节、结中节、结根节。拳谱云：结梢节一折，结中节一折，结根节一断。 也就是说，在截击时，截三节，我们主张的是截根，而不是截梢。截梢截断以后，对方还可以继续攻击于我。比如，我以贯拳向对方攻击，对方截击我梢节，我可上步以肘关节继续攻击对方。 如果对方截击我中节，我亦还可以上步进击，以肩关节进行抖放对方。所以在截击时，我们主张截根，截根，然后两脚向前上步，以贯拳横击对方太阳穴，太。 请看完整示范。拍，固守含一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开手式对峙时，对方以右手贯拳向我头部发动攻击，我以左手迅速。 从外向内推截对方根结或中结，然后以右脚向前上步，以右拳横击对方胸部，然后以再以左拳攻击对方面部。 要点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截根结是重心降低变价，横贯拳击肋或胸，然后上步，仍然以贯拳攻击对方的太阳穴。请看完整示范。 抄拳应用，两脚分开，屈膝下蹲，两拳握于腰间，左小臂止于腹前，右拳拳心向上，抱于右侧腰间。抄拳即是右拳向前伸出，向上拧转。 翻拳，左拳抱于腰间，要扭腰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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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进手含义：当我与对方以阴阳桩吊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迅速向前上步，以前手抄拳向对方腹部虚晃一招，对方迅速做出应急反应，然后。 我两脚继续向前上步，以右手抄拳，继续攻击对方肋部。要点：上步抄拳要快，进步继续抄拳要狠。请看
完整示范，固守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匕首式对峙时，对方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右手抄拳攻击我肋部。我迅速以左手从上向下按住对方右手臂。 并向外拨出，然后左脚向前上步，以右拳攻击对方胸部。攻击时要以腰带劲，抄拳要发力。嘿，要点。攻击时。 我左手下按要快，外拨要一带而过，两脚上步要迅速，右手抄拳要以腰带劲。嘿，请看完整示范。嘿，砸拳应用，砸拳。 基本手型，两腿屈膝下蹲，抱拳于腰间，左小臂横于腹前，右拳拳心向上，抱于右侧腰间，然后右拳出拳，上举于额前，由上向下。 攻击，力打拳轮，嘿，注意发力，要以腰带劲，嘿，扭腰振臂，嘿，这样练习砸拳的发力，嘿，嘿，嘿。 技术含义：当我和对方以骑龙桩探手式对峙时，我右脚突然向前上步，左脚紧随即所说的连环步，然后以左手砸拳向对方前小臂进行砸击，随即。 以右手砸拳，猛砸对方肩部。要点：连环步砸拳要迅速，右手砸肩要猛。嘿，请看完整示范。 固守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骑龙桩吊手式对峙时，对方以连环步向我以劈拳发动，向我以砸拳发动攻击。我迅速将身体向右拧转换式，以左手，左手。 防住对方右手臂，然后左手向下按压，左脚向前迈步，以右拳向前猛砸对方肩胛骨。转体换式要快，上左步砸肩要猛，哈！ 请看完整示范。嗨，翻拳应用。翻拳的基本手型是：左脚，仍然向左横向开立，略宽于肩，
两拳握于腰间，目视前方，左小臂横于腹前，右拳全心向上。它的基本手型有两种，一个是横翻，一个是上翻。向上翻打，拳右拳向上、向外翻打。 嘿，嘿，嘿，扭腰，以腰带劲，抖臂，嘿，嘿，少林金刚功法主张的是发劲，而不是硬打，嘿，嘿，嘿。 这手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座山桩开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前手向对方胸肋部横向翻打，然后。 两脚继续向前上步，以右手向上翻打。这两种翻打的形式不同，第一次翻打是属于横向，这叫横向翻打；第二种是向上翻打，两种翻打形式。 结合起来进行运用。要点：两脚上步要快，横向翻打要猛，嘿，上翻要突然，哈。请看完整示范。 固守含义。 当对方以两脚向前上步，以右手向前横向翻打我胸腹部时，我左手向回收回，从内向外拨出，将对方的攻击路线转移，然后。 身体稍向左转拧腰，以右拳向上翻打对方面部。嘿，要点：拨手要准，重心要稳，向上翻打要突然有力。嘿，请看完整示范。嘿。 边拳应用，边拳基本手型。左脚横向开立，略宽于肩，两腿屈膝下蹲，抱于腰间。然后，左小臂横于腹前，身体向右后转体。 倒插一步，以右拳向后似鞭子一样击打对方，像鞭子一样抽打。注意发力，以腰拧转带劲，啪啪。近手含义。 当我和对方以座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向对方面部、
以左手横向边拳虚晃一招，目的是分散对方的注意力，然后迅速转体给对方以欲逃跑的假象。此时对方有欲向我攻击的动态，然后我迅速转体右脚向后插步，以右拳。 像鞭子一样抽打对方的脖颈。要点：上步边拳虚晃，要快，啪！转身欲逃跑的假象要真实。对方稍欲向前攻击，我迅速以右脚向后插步，以右拳鞭打对方脖颈，啪！ 请看完整示范。故手含意。当我与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对方突然向前上步，并转身向我以鞭拳发动攻击，我。 迅速将重心稍后移，或以两脚向后撤步。待对方拳从我身边鞭打稍过以后，待对方重心尚未站稳之际，此时也就叫做对方的旧力已去、心力未生之时，我迅速上步。 以前手边拳向对方反击，啪！撤步后移重心要快，请再看一次。上步前边拳要突然迅猛，啪！请看完整示范。以上。 是金刚拳六种技术的基本介绍。下面，我们针对金刚拳的六种基本技术，在实战中的应用进行组合举例，请看示范。冲拳。 连击，进手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我前脚突然向前上步，向对方做一个探头性的假动作，嘿，分散对方注意力，然后。 以前手向对方面部继续虚晃一冲拳，嘿，随即屈膝下蹲，以右手冲拳猛击对方胸部，拍。要点：上步探头假动作要做得真实。前手冲拳向对方头部虚引。 是进一步的假动作连环使用，哈！然后迅速重心下移，以右手冲拳猛击对方胸部，啪！请看完整示范。故手含义：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。 对方以连环步两次冲拳向我发动攻击时，我迅速将左脚向前上步，以左手冲拳向前攻击对方面部。 要点：
对方连环步上步时，我防守要准确，反击要及时。请看完整示范。快，快，快！贯拳连击，近守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 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前手贯拳横击对方头部，然后左脚向左侧横移，以右贯拳攻击对方胸部。 随即右脚继续向前上步，再以左贯拳攻击对方头部。要点：上步横拳，上步贯拳为虚，闪步贯拳为实，胯部贯拳要加力攻击。 这三拳连击，在少林鹰派拳术中叫做"一虚二实三加力"。请看完整示范，踩，固守含义。当对方以右手贯拳向我头部发动攻击时，我前脚向后撤步，对方见我将前脚向后撤步，进而迅速向前逼近我红门，以左拳向我胸部灌击。我此时 将右脚迅速向后再撤半步，同时以左手向下向外拨开对方手臂，然后左脚向前上步，右脚紧随，以右手贯拳猛击对方头部。如此拳 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大的杀伤力。那么我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，右脚亦可继续向前向外跨步，再次以左手贯拳猛击对方头部。要点。 当对方向我以贯拳攻击，我要迅速撤步，再次攻击我鹰眼撤步，然后左脚向前上步，右拳反击要快。如没有给对方造成杀伤力，我将继续攻击对方。啪！请看完整示范。超拳连击，近守含义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前手抄拳向对方肋部发动攻击，然后以两脚 继续向前逼近对方红门，右手抄拳攻击对方下颚。此时大家注意，我第二次攻击对方下颚时，对方重心后仰，会将前胸部完全暴露给我。我此时亦可继续向前上步，再次以 前手抄拳攻击对方胸腹。
要点：两脚上步要快，抄拳为虚。右手攻击对方下颚为实。待对方腹部向前显露之际，我两脚迅速向前上步。 以全身之力集中在左手抄拳上，向前击出。嘿，请看完整示范。嘿，固守含义。当对方以连环步抄拳向我腹部发动攻击时， 我左手迅速下按，左脚向后撤步。对方将我脚位置让开，他迅速两脚向前逼近，再次以抄拳攻击我下颚。我继续向后让位，同时以右手从外向内按压对方 手臂。待对方第三拳尚未发出之际，我左脚向前上步，以左手抄拳还击对方下颚。啪！要点：撤步要快，拨拳要准，反击要迅猛。啪！ 请看完整示范。嘿，砸拳连击。技手含义：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、探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向前上步，以前手砸拳向对方面部虚晃，随即 两脚继续向前上步，以右手砸拳，再次攻击对方头部。然后右脚继续向前上步，以左手砸拳，猛击对方后脖颈，使其倒地。啪！要点：上步依次砸拳为虚，上步二次砸拳为实。 三步变位砸拳，要用力猛击他。请看完整示范。固守含义：当对方以连环步两次砸拳，分别向我发动攻击时， 我只能撤步让位，和再次撤步让位。待对方重就力已去，重心尚未完全稳定之际，右脚向右侧一步，让开对方的攻击位置，不要和对方发生正面抵顶和碰撞，让开。 如果此时对方想再次攻击我，他必须要拧转身体，调整重心。在其拧转身体和调整重心未稳之际，我迅速以砸拳猛力反击对方脖颈，使其受击倒地。嘿！要点：两次让位，撤步要快， 跨步要猛，反击要及时。八，请看完整示范。嘿，翻拳连击。技手含义：我仍然采用
少林鹰派拳术依需23加力的原则，在连环技法中频繁使用。当我和对方以坐山桩探手式对峙时，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两次翻拳连击去 诱导对方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请看，一、二、三的时候是右脚向外跨步，重心稍下移，以横向翻拳攻击对方腹部。注意，此拳很容易将对方打起空，啊。 嗨！要点：上步翻拳要快，要猛，跨步重心下移，要稳，横击要迅猛有力，给对方不能有喘息的机会。来，请看 完整示范。固守含义：当对方以两次翻拳击打我胸部和面部时，我必须要让位闪躲。 在对方第二次攻击已结束，重心未稳，第三拳尚未出击之时，我右脚迅速向前向外跨步，让开对方的正面位置，从侧面以翻拳向前反击对方胸部。 要点：让位要快，反击要及时。请看完整示范。开始，边拳连击。技守含义：我两脚突然向前上步，以前手边拳 向对方面部虚晃一招，然后左脚继续向前逼近，转身以右拳似皮鞭猛击对方脖颈。要点：一虚二实。请看完整示范。 固守含义：当对方以两次连击边拳向我发动攻击时，我绝对不可应接对方，以免造成受伤，要迅速撤移，让开对方。然后右脚仍然向右侧跨步，以前手边拳重击对方脖颈，啪！ 要点：闪步撤移要快，不可应接；跨步要走斜线；前手边拳横击时要有力、迅速，一招制敌，啪！请看完整示范。 金刚拳应用的基本方法，我们前文有所介绍。这里我重点强调一下，金刚拳的连击时要遵循一虚二实三加力的原则。一虚就是
头一拳第一次攻击要分散对方的注意力，第二拳的攻击要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去攻击，第三拳是给对方以致命性的打击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它的使用方法。使用时我要以对方的实际情况做以变化，不能以我为中心，要以对方为中心，根据对方的变化我才能产生相应的变化，不能墨守成规，要根据对方的动态，如果对方此时已经做出了反应，比如我第一拳崩拳向对方横崩，对方已经向我做出了冲拳的攻击，那么我既不可能实施我的第一步计划，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对方的攻击再次产生变化。第二拳如果对方再次向我攻击，我则根据对方的情况要产生第三套方案，再次以连三的攻击方法给其以致命性的打击。这种连三的打法在少林鹰派拳术中叫做敌变我变，敌欲变我先变，要遵守这样的原则，我们才能处于不败之地。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和训练时要注意体会，达到尽善尽美。